他捣鼓出神入化，给我们几十年的笑脸。太可恨了，把我这个秘方都泄露出去了，你这让别人学了咋整？哎，太好吃了，真牛逼，咸不咸？咸我也不能说咸呢。两个呀和尚，采也不采水喝，没有这个，给我窗帘给你拉一下，拉不拉呀？三个和尚没水喝呀，没呀没水喝呀。做了也睡吗？这啥弄的？还没发现呢。这是我种的西红柿，我在这个育才树里种了点西红柿，种了好长时间了。啥都没接，接的话我到时候就给他缠上。这是红灯。对啊，缠上。行了吗？你几点睡的呀？九点钟了。这么睡醒啊？再睡一会儿去吧。不要。不要。电脑咋回事啊？这咋整的？没有画面呢。嗯。咱俩还好看。不好使啊。这咋整啊？你好摁着。是啊。我穿着。昨天开机也是，出来一个好奇怪的屏幕。好了，好了。他最近的小宝宝有点不健康了。今天给孩子做饭团，嘿，小兔子 ，Hello Kitty， 还有小熊，再做一个小熊嘛。先把饭铺到这里边，然后把这个盖盖上，盖上之后就一直压压压，压紧之后就倒出来，变成一个小熊，有小兔子。看着不行，我就把饭弄进去，把这底下的盖子盖给倒出来，孩子回来了，奶奶给他个小惊喜。妈妈，嗯，高大厨要拌凉菜了。我媳妇又来吃我拌的。我老公说我拌的凉菜不好吃，吃了几年跟我说不好吃，太丢人了。自从上次在网上看到人家拌的凉菜，他就开始说有的凉菜有啥味道，是我拌的不好吃。这刀工出神入化，这刀工，哎呦我的天，给我们几十年的笑脸，沙井小当家。你不是敲锣班吗？有没有胡萝卜了？懵啊，都懂。这第一次上镜有点紧张，平时都是我给我媳妇做饭吃。这最近身体不怎么好，因为怎么做？你们说一遍，最近是从啥时候开始？结婚之后。从结婚之后开始。辣椒油，你看搞里头，什么搞里头？搞里把我这个秘方都泄露出去了，你这让别人学了咋整？你的那个诀窍就在于用手去捏，放里点。然后呢，横着往衣服上蹭，放里点。你看我这碗做的不错。放里点82年的白糖，哎呀，再放里点鸡精，哎，不是鸡粉，我看这手法，凉菜拌的好不好吃就得看手法。嗯，一看就老师傅了。重头戏来了！哎呀妈，有点抖。这个小一点。这我媳妇儿拌凉菜，这汤就得倒出一碗。我这一点汤都没有，来，这凉菜哪能出汤呢？拌凉菜不能出汤，出汤就不好吃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那盘子里不也是有汤？那不一样，你那个都能喝，我这一点都没有，来，没有，没有。这凉菜不能出汤，出汤那还叫凉菜。我跟你说，你从今以后再也吃不到我拌的凉菜。哎，太好吃了，真牛逼！咸不咸？咸我也不能说咸呢。肯定咸了，你刚才伸手倒那么多。你咋这么厉害呢？当，真厉害！你看这不是汤吗？搁哪儿呀？这儿呢？这不是的。这摆盘摆一下也行。完美。今天真的太火。排骨、土豆子用手捏成一颗，老公拌的凉菜，吃饭。老公吃饭啦。这是丈母娘买的排骨吗？不是。嗯。现在只要出现排骨，都是丈母娘。自从丈母娘回内地，排骨没断吧？哈哈哈哈。我以前做排骨那会儿，你还不会做饭呢。你多大呀？哎妈，我做饭可早了，就是以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嘛。然后你咋不点红呢？然后妈他们上班嘛，奶奶不会做饭，
然后爸也在忙嘛，最后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就我给他们做饭吃。你不是说妈在这楼底下放零钱吗？是啊，就是那是大一点的嘛。那小时候好像我记得是3岁吧，就开始给他们做饭吃，深圳还能买到酸菜，而这酸菜跟东北的酸菜好像，可好吃了。炖的饭吃，就跟东北以前小时候腌那种酸菜几乎一个味，挺好吃。它上面就是写着什么北方什么什么。嗯，好吃。各位先生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没举着好几个。就没举着好几个。我为啥不干？我媳妇怀孕了，咋干？你好像神经病。你好像就是特别的得心应手，看来你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。我感觉你媳妇就没有这方面的天分。这咋那么多落叶呢？你都不浇水了。没浇水呢。哪整那么多落叶呢？干了吗？那长出来那些可嫩可嫩吗？他不让我进他，他今天就不让我进他。我这头还没洗，我今天晚上洗个头吧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下午5:39。呀，我要做饭了，我要去做饭了。把周围的饭团、孩子、我老公还有洛洛都吃西瓜，就我没吃。小孕妇不敢吃西瓜。然后这里还剩一把，说今天晚上我给我老公吃，孩子不能吃冰的。我一般水果都是现切给他吃，他就吃老多。